8点了、哦。哎呦喂！靠腰啊！哎、欸！我的喵啥小啦！下一局再去，再回家睡觉。哇，这局好难！我什么颜色？帅、炮、马、兵、炮，不能吃马。马杀小蛮久，完了，我的炮死啦！我还有一只啊，没事。哎、欸，干车是不是可以直接把我车死？干你啊！我再来玩。我再来玩这个死妈鸡巴的烂象棋，我就去给狗干。怎么不是台湾玩的那种象棋啊？怎么是这种楚河汉界的啊？谁会玩啊？乞丐是不是啊？乞丐才玩那个。哦，要钱的学生。人员零。干你娘！你这老鸡巴，这样人员零哦。睡觉了，睡觉了，睡觉了，睡觉了。现在几点？晚上8点，好像有点太早睡了、欸。去贴膜好了。阿贤又在下象棋哦。不是啊，我那个就不会，我就不会玩那种象棋。如果是一般的台湾小朋友在玩的那个，我会啊。我以前是高雄棋圣哎，有衣裤，30元一套，别乱翻。还是再摸一下狗好了。狗真拿一下饮料。好啦，9点的也是差不多该睡了啦。小子还钱了，100块拿去啊，乞丐，拿去看医生啊，贱种，钱再赚就有啊，垃圾。哦，睡整天，晚上心情好，多睡了一晚，休息的还行，心态加20，哦，心态不错，来了，哎，又有体力上攻，蹭一下狗啊，每天都要来蹭一下狗，心情就会好啊，又只能搬砖。5小时就能赚钱，还不错吧？算了，休息了，放下。啊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这样就够了，不用做得太累啊，没人会感激你的。哎，这位兄弟，我手机没电了，能借我8块钱，我买个饭吗？到底要不要借他？借，不要，借了。啊，恁爸有钱啦！不止一次了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搬砖吗？我们这边日结工就只招搬砖的。我只招搬砖的。工长。哦，曹律师变成曹工长了。曹工，以后就不用给中介费了。没事儿，你忙吧，钱下次还你。真的还假的？我怎么觉得他胡烂呐？干你娘妈的，打嘴炮谁都会啊！我先吃饭。有没有工地餐一次吃到饱啊？下次就是来吃工地餐。怎么又抑郁了，老哥？心情可不可以好一点？你整天他妈的抑郁是怎样啊？去自杀好了，废物一个嘛。这样就抑郁，那样就抑郁，怎么不吃屎啊？阿贤干嘛玩自己啊？我2天没去上班了、啊，我想念啊，赶紧找个地方住，每天都抑郁，至少在抑郁三小啊。套圈圈好了，有什么奖励啊？有了吧，干，老板，加10元，哈哈，不赚也不赔啊，耶、yeah, ，赚到了好心情，再借给这个什么傻学生钱呢、啊？妈的，你不如回家跟我打炮。给你钱，你他妈又不会说声谢谢，贱种女。Women， 贱种小学生。回收站可以回收。现在几点？才3点哦，还不错啊。这工作5小时，你有半天时间可以拢溜人呢，这样还抑郁哦。那你干脆去他妈的当乞丐好了，你妈整天都随便你玩，躺在那边就有钱，
这样还闲，那样还闲，怎么去吃屎啊？废铁，衣物整洁，减二，纸箱可不可以减？减啦，妈的嘞，都没钱了，哪管那么多啊？衣服再买就有了，到时候看哪边有便宜的衣服可以买啊。出售废品，老板最近怎么样？纸箱好像可以留着自己躺在地板睡，废铁先卖了。废铁 2.18 元一斤，啊怎么卖？我要卖啊！这背着会不会那个很重啊？偷机车电瓶来卖，是什么？各种钥匙数元一把，靠，不就把那个旅馆的钥匙打一把，妈的放身上。共享单车要钱呢，走路就好了吧？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吗？绕一下地图，一堆瓶子，那怎么没有盘子？有盘子就有钱了，一堆盘子。诊所，看病吗？眉毛冰，身体不舒服啊？一共30元，哦，你很狠哦。现在几点了？你太早住，他感觉会睡不着，感觉一个无形的力量操控我，又怎么啦？别整天那么抑郁好不好？睡公园，衣服脏了，啊，跟他一样睡这里可以吗？一个我家可贵的流浪汉，啊，我们有纸箱啊，我纸箱就是为这个时候准备的啊。半娃娃电焊工网吧管理，这个可以吧？去那边开台。8点了、喔。哎呦喂！靠腰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要重来一次哦、喔，要重新搬砖就对了啦。有点难受，先去工作了啦。早上7点起床，工地餐吃一吃，准备上工，还难受嘞。工地套餐，假爸抑郁加食，吃饭也抑郁。卫生81，整洁度58，好感55，自卑啊！哎，重病，生病了。个人卫生检测值，这些实验室隔离区，早日清零。越走越慢，怎样啊？要死了！全场5折起耶！好啦好啦，等一下再来逛啦。整天他妈只会肚子饿。80，11块哦！今天咸鱼翻身。